我是漂亮又手串会做饭的男人最心安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米，我又来了。不看阿米心不安，欢天喜地整猪肝，平平淡淡整一餐，你们喜欢不喜欢？开干，准备一块猪肝，洗盘菜。今天弄一个口味猪肝，不同于往常的就是先下配料，再下猪肝。大火猛炒20圈，嫩滑爽口好猪肝。把猪肝盖了兜，先把猪肝切成厚厚的薄片子，放啤酒清洗下血水，去除肝子里面不干净的东西啊，再用清水洗几次。为啥子你炒的猪肝会腥？就错在这一步。把猪肝腌制好，盐巴、生抽一点、胡椒粉、料酒、一个母鸡蛋黄，左手搅拌均匀。花海要放入淀粉，继续搅拌，腌制15分钟。准备配料：大葱、小葱、芹菜、蒜苗，全部切成颗颗。小米椒切圈圈，生姜切颗颗，依山椒切碎，调一个碗前，白糖、香醋、胡椒粉一点，盐巴一点，鸡精，加一点清水，靠一靠。阿宝，点火，大家开干。少油，比平常炒菜稍微多一点哈。翻成油碗，下花椒、豆瓣儿，放入所有配料，放入猪肝儿，迅速翻炒，放入调好的料子，要得了，起锅。来哟，俺请哦，来来来，这个味道跟上次爆炒的不一样，口味猪肝都有。尝一番啊，好多嫩啊，又嫩又脆啊。猪肝一旦炒久了，爆面。18圈了。嗯，这个18圈不行。来，先下猪肝18圈就得行，这个是20圈。口味猪肝，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没得炒雪皮的好吃。最经典的吃法就是炒雪皮的啊。还买了个凉菜，黑老肉。嗯，熟悉的味道。这是凉菜的味道呀。啊？这是凉菜的味道也真的。啊。你看没花没？花没？花没都叫唤。这个，饭，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。如果喜欢我们，我也想互动，请关注我们。我是阿明，我是我们的人，拜了个拜。